怎么了吗？旁边有缝隙啊。怎么样？你又能怎样？嘿嘿，他谁头比较硬？我看到那个阅读空气，我买了新的阅读空气，阅读空气三，之前阅读空气都有玩过，然后现在出了三，好像没有理由不玩哎、欸。阅读空气啊，好，我们现在来阅读空气了，各位，这里是可以自由的阅读空气的空间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你任何阅读任何空气的，所以发自内心的一个人尽情享受。能够阅读空气的梦想世界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叮咚，叮咚。那遭遇魔王的摧残，愿意拯救世界吗？不要。还有，动作快一点。什么？我不要拯救世界啊！不要啊！不是，我真的不想拯救世界。不要，你说一声，我没有别的新台词了。拯救世界好不好？不好。不是啊，我不想要拯救世界，不行啊。不要。真的假的啊？就算我求求你了。不好，现在非常难沟通。拯救是很累，我不要啊！阅读空气市场，就这样走过去了。我本来想要插个队了，然后就直接走出去，直接不付钱哎，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怎么了吗？旁边有缝隙啊？怎么样？你又能怎样？你又能怎样？今天还是没有办法把这封情书送出去啊，呈上风了吧？希望可以飞到那个人的身边，想太多了吧？窝你头！一起进的鬼屋哦。靠北，我真的吓到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竟然被这种奇怪的东西吓到。指挥大家请往右边，然后下去。哎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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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左边右边左边右边。我不喜欢人家跟我抢步钱。啊啊啊啊！哎、欸，它可以撒到多多？今天的午饭去买，保存期限8月17、8月18。我一定不会买当天的、欸，一定不买。迷踪步。
迷踪部。怎样？我不让，我就不让。看谁头比较硬。遇到三男了，这是我的男朋友。起来，不可以睡着，睡着是很危险的，不可以睡着。减肥中来拍一些漂亮的照相，他看起来很想吃啊，去糕点店吧。还不是呢。哎，这兔子脸看起来超白目了。白痴，两个都不会比我快，笨。搞啊，还想比啊？啊，两个都别。两个都别给我吃爆米花。你们有遇过就是你们去看电影，然后你们那个旁边的饮料，然后不小心被喝到的情况吗？我有遇到过欸，这是怎样啊？其实这样就够了吧？还是这样？准备送他？对啊，完全不敢喝了。又遇到山奶了，白痴哦、喔！这里超智障的、欸，哦、oh, ，好吧，拜。哎，他不接、欸，不是啊，我想说我头靠着就好了啊，他手伸回去、欸。借过借过借，哎呀！借过借过借过，我是路人。嗯，我的一个新朋友。我来放烟火，最重要放烟火就是时机。今天过得很开心，蹦。那个，哎、欸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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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砰砰砰！哦，他说好啊，他说好啊，哇，这边一定要乒乒乓乓嘞。这游戏真的很赞，想必这些特质能引导你找到幸福。这是一个阅读空气，我们从第一代的玩到第三代阅读空气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小游戏，它不会花你很多时间，但是它就会就是让你选择你想要的样子，挺好玩的。看一下我的总分数呢，嗯。算读到空气，不过还是不够细心的新人上班族。洞察力70%，实际55%，知识55%，角色理解力57%，总分1000分得了299分，同理心59%。傻眼，没道理。结束了阅读空气了，我天哪、啊，真好玩呢、啊！
很好玩呢、啊。那还是没有不失我所望的北兰，我觉得很棒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